咁值得大家睇嘅。咁啊，个市而家咧升得60点啦，27,186点嘅位置嘅。我会及实只友邦嘅吓呢段时间。咁啊，因为头先咧喺低位即系跌200几点嘅时候咧，26,800嘅时候行上嚟呢400点咧，友邦咧都仲未行。系啦，如果真系一阵要靠一啲嘅动力再上翻去咧，唔出奇噶，要靠翻呢一只都唔出奇啊吓，咁啊大家可以及实。